两个相爱的人，本来都应该做伙啊。你即摆真正是一个人啊，也毋过我。有一寡代志，若是无法度做会到，咱就肯定心肝内。罗丽莎，你快乐。你哪会知影？今日我生日。这是金星姐特别交代，今仔日爱甲你过生日。过节，过去是我太公啊啦。 大妹，可能是我想太多，我一直感觉你无结婚是跟我有关系。我袂去学会参加同窗会，因为我真正知影，咱所有同学，拢是有缘分的人，只要有缘分，不管人伫倒位，拢一定会伤好。 月顺，阿雅哥，帮我申请着啊！以后我就是去学堂艺术学校的学生啊。可是你的幸福是甲美惠做伙着无？这我已经签好啊，你随时。 我会当去办理。咱实在办了一年啊，我希望伊结婚会真地来交往，好不好？美惠，给我。